在都市生活，很多時候會令到我們和身體的感覺距離很遠，但是如果沒有身體的感覺，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就會少了很多了。所以如果我們可以看《逃身體劇場》的作品的話，或者就可以幫我們找回這種身體的感覺。《逃身體劇場》的舞蹈語言是將生活的身體感覺高度地濃縮，成為了很簡約的舞台表現。初初看的時候可能會覺得為何這麼多重複的，但是如果我們可以嘗試打開自己的身體，不要用腦袋，而是用感官去跟舞蹈員一起在身體的感覺裡面找回能量，我們就會可以感覺到其實舞蹈員他們在脊椎很柔軟的活動和雙腿和地面緊緊的接觸的時候，向我們傳遞很多的訊息。六和七這兩個作品呢，好像一對孖生兄弟一樣，他們好像不過又有少少不同。如果我們將兩個作品一起看呢，我們就會看到一些很有趣的對立。逃身體劇場的作品非常之當代，但亦都同時滲透住中國文化裏面的堅韌和內斂，每次看的時候呢，都會有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很希望和舞者一起透過身體的動作去用另一種方法觀看這個世界。